个不动产，就是吴念真导演的电影，大概六七岁吧，在适应了间二人世界到底怎么行，因为他会有那个语音说现在在拍哪部电影，老板就是有点台湾口音，然后等他宣布，他就说立空戏院你好，今天播放的是这样，就是会抱怨的电影。在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，高雄永福路上大力百货对面的比利狗，那个地方的味道我还记得，反正就不是非常干，但是就很土根，很有生命。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，应该是去看新乌龙院之类的，那比较适合小孩子看。印象最深应该是红桃的《真命天让》，开始对台湾很多的故事引发了很多。飞行城市的原声带，那个时候我是连不起来的，直到回到当时住的地方台中，我才想起来啊，这是飞行城市的原声带。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有一个念头，如果我没有办法靠我的乐团当一份工作的话，那也许我就去学习电影声音的制作，在我未来的生命里头都是一个声音为伍的。我第一次的电视跟演出是上演的吧，我其实。就是各自在工作上面有各自的坚持，那有时候也会有争吵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这部戏结束之后，是真的有让我们感受良好。那个时候，阿贝西亚 KK 就推荐了一些人选给郑导选，说出现在电影里面的歌，有一些歌也许可以跟别的乐团合作。他们挑了以后，就挑到《灭火器》来做一首叫做《世界的样子》。那我们是因为那个合作认识的。我们第一次约会看的电影是《恶女》。因为他那时候住台中，我住台北，然后他特别从台中杀上来，然后说：“哎，我去看电影。”然后就骑着我的烂烂的摩托车，从淡水骑到新北去。对。然后后来回程的时候就下大雨，然后我们就在建国高架桥的底下淋雨，然后就那个时候还给我告白，真的。知道下雨，在高架桥底下躲雨，能做的事情不多了。为了化解尴尬，我就觉得一翻两瞪眼。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